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夏末。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樱花校园冰淇淋的哪些东西更新了。首先先看服装，因为这第一期我真的没有我被限流了，所以他可能拍的时间就比较少。至于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更新，因为你们的粉亏我掉到零了。我说了我特别长时间。首先更新是茉莉卡夫，哇，真的很公主啊！但是我并不喜欢这些衣服，但是为了跟风，我们还是穿上这套衣服，演化成第一个、第二个吧。这是修女的衣服，但是我记得我从哪儿就是，我觉得以前好像也有修女的这个衣服啊。然后我们发型呢？要戴上口罩的，要不然会传染病哦。眼睛我们就换上一个蓝色的，比较少女。男生呢，我们换了一个服装，然后服装的背心的是上学陪讲故事，陪讲很酷炫，上学。很沙雕，牧师很正常，就换盔甲吧。墨镜还有戴口罩的，眼镜换一个粉色，都没有给大家改名字，他就叫霍航吧。霍航，然后他就叫。给我的余额就变成1677,715。啊，天哪！既然有这么多钱，我一定要好好存着，先去看看炫酷的男主吧。然后这一期是更新视频，可不是玩的视频。我们就先看看那个更新了什么场地：小男孩、小女孩、管家，更新了一个宫殿。哇，这个宫殿挺炫豪的，旁边都是这些树，然后灯，这边没有什么东西。我想去真正的宫殿去瞅一瞅。看到喷气背包冲过去，这边都很美，小河、小水、小鸟，哇塞，还有一辆白色宝奔驰。天哪，试驾很不错。然后我再看一看更新了哪些。经过一番瞅见，我知道它更新的只有宫殿，还有一些动作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是哪些动作。此处就加速了哈。哎妈！这是近吗？我咋没瞅着环保啊？环保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哦，看这个环保很繁华。我们进去，有一个人，他说欢迎回来，这是啥意思？哇塞，还有一只特别可爱的小猫咪。这个楼上是什么？我看看，楼上可能就是国王们谈婚的地方。又有一只小白咪，我天，这个地板看得人眼晕。然后我们看一看哪些动作，看看更新了哪些什么，更新了什么动作哈。姿势模式全部。这个还是有的，其他看其他。这个动作太多了，
大概就很多，然后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猛男公主给大家说再见，再见喽。